来，众将官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您去拍双鸡，你小在里面等起啊。即马内心里面巴不得讲吼，你讲五分钟就赶下课。今日呢，非常感谢各位吼啊，来参加台湾民政府。特别讲吼，现台湾民政府这款课程，都爱家己交钱，啊，就遮辛苦，啊，三工两暗，一真啊无地好找呢。咱台湾民政府成立，啊，咱有内阁，啊，有中央，啊，有参议员，有众议员，新参议员。七月二日甲二七审查五个法案，因审查法案无钱好摕，都阁交钱呢。像你在即个所在食饭免钱吗？你在即个所在借所在困免钱吗？所以我阁甲因讲，我甲遐参议员、众议员讲，我全世界，干那咱即个参议员甲众议员哦，审查法案无家己摕钱，无要紧，都爱阁家己阁出钱。吼、哦，当然笑甲欢喜甲。我讲这吼是历史记录啦，因为台湾过去也不是国家嘛，啊，即马好加在美国伫后壁咧甲你指导，讲啊，你要变做一个国家，你都要安怎安怎安怎。这过程我嘛捌甲恁讲过，拄啊开始，我含咱在座各位拢同款，怣怣呐，安怎讲怣怣？你想讲远呢？啊，台湾人。就是讲，因为国民党甲你教讲，台湾人就是讲，台湾人是中国人。啊，但真正台湾人有就是讲，家己是中国人。啊，让咱台湾甲今日爬未起来物件，你知唔知？1950年6月25日，汉奸爆发；6月27日，杜鲁门宣布台湾海峡中立。啊，台湾的问题都要等等甲太平洋地区和平以后，才来解决台湾的问题。刷入去。1950年的12月，麦克阿瑟，杜鲁门派麦克阿瑟来台湾，去问恁台湾人，家己要独立，还是家己要创啥？啊，所以麦克阿瑟来，蒋介石谈啊真好，伊叫上甲伊访问，甲伊讲话呢，叫迄当阵的省议会议长，叫做黄兆琴，你捌听无？黄兆琴甲。麦克阿瑟讲：“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要求这句话全死，这句话全坑你。到今日为止，还搁伫国务院内底有这句话啦。啊，所以美国人就讲呢：，啊，你住伫台湾这的人，就想要做中国人，啊，就有一天就，互恁要做中国人，拢转转去中国就好啊。啊，台湾这块土地，留予台湾人去住。但是，一直到2006年10月24日。”咱台湾民政府由我带头，发现讲，唔对起啊，拢总唔对起啊。台湾今日是中华民国来占领，啊，占领未当移转主权，咱大家初级班拢读过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啊，你中华民国占台湾，伊会当移转台湾主权吗？未使哩，是安怎？足简单嘞嘛。中华民国修宪修几啊摆，对不对？你知唔知？李登辉时阵修过啊。是啊，乌白收，凊彩收，凊彩伊都无法度将台湾平哦，甲收入伫中华民国的领土内底。伊美国目睭在哪里？甲你看，所以伊无法度讲将台湾平哦，甲收入中华民国宪法内底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宪法内底没有台湾澎湖，这是没有不可否认的事啊。啊，所以呢，有种戆人会讲哦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那讲这款话是戆人、小人、废人啊，就是蔡英文讲的。迄年的选总统，2010年，你唔知会记无？上头的，伊伫这个美国访问的时阵，咱台湾的报纸写讲蔡英文。是台湾人头一摆去美国国防部，含因开会，其实无影无一只。恁若有机会有捌蔡英文的，你敢问？我讲的，伊无去国防部开会，伊是去国会的
啊，做办公室，迄个啊，做图书馆个办公室，敢那国会的主任办公室主任含国安局的一个人，两个人改 interview， 伊家己嘛讲，哦，迄人足歹，迄人你甲我讲话拢未歹，啥甲我讲话拢未歹，因为我甲过啊，甲蔡英文讲拢足歹，因为中华民国的统治是美国号的，头家当然歹，但是我过美国，所以我头家，所以换伊爱听我的。所以你会记得奥巴马选举第二届的时阵，伊嘛惊袂掉呢，哎嘛惊，伊要选的时阵，我过去也过呢，派伊小弟两届来跟我讲话，伊讲阮哥甲你保证。伊后壁这四年，伊绝对予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哎，稍等嘞，稍等嘞，稍等嘞啦！哦，恁拢话拢听一半，恁是足嗨呢？啊，不就甲问啊？哎，你要保证呢？哎，有人甲你讲，我做四年一定，予恁生活过啊真好。马英九甲你安尼讲对不对？啊，即马做甲二二六的安尼变啊？你有法度伊无？你无伊法度嘞？所以奥巴马讲这款话的时阵，我甲拍手吗？稍等呢，我爱甲问呢，你也甲报警啊？你怎么样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？又甲我讲几项？第一，安尼啦，2014年就今年啦，六月开始美军进驻台湾，我有影无影？你若讲这有影，我讲1月1号的原告，我1月1号有七个原告，我唔知恁有啊无啦。原告内底，我要甲公布哦。伊讲好，我甲公布。他们讲，这点奥巴马有遵守诺言。今年的六月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，伫这个叫做花莲，甲伫这个屏东啊，登陆，执行军入去基地，啊，咱有甲翕相。照了相片以后，伊有若透过咱迄个 CIA 遐一个系统，甲咱中心讲，请你不要发表。为什么不要发表？因为发表台湾人会乱。嘿，我较想都想无咧。你有欢喜美国礼拜台湾来，请你拍手。应该袂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讲，因为台湾人头壳已经恐惧力足够啊，常常看过美军。美军入来台湾，伊讲美军侵略台湾。今年六月初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向联合国讲安尼。啊，联合国的秘书长叫做潘基文，含看都无敢看到，冤家甲退行，佮讲一句话：联合国没有资格管台湾问题。啊，你听有这句话，你举手。听有啊？你听有？我佮讲一摆。六月七九，今年六月七九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就是共匪啊啦，甲联合国送一个抗议书啦，讲美国军队入侵台湾啦，因为六月美军入来啊嘛。啊，联合国接了这个申请书，含差都无差伊，甲退行，佮佮讲一句话，讲联合国管不了台湾问题。啊，你听有举手，你听有啊？啊，你知影原因无？啊，知影原因要举手。啊，什么原因？啊？军政府。啊，拢凊彩讲讲，拢凊彩讲讲的。咱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啊。啊？啊？咱不是会员国，这拢唔对啦。联合国成立的时阵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啊。换一句话来讲。联合国的成立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啊，台湾的问题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产生的问题，所以联合国讲我袂当管呐，啊，所以你看咱台湾人吼，过去读的历史拢无咧读啦，拢凊彩想想，凊彩讲讲，欢喜就讲安尼就对了，我讲嘛，讲是恁在座嘛拢安尼呢，敢毋是？对不对？拢凊彩找一个理由，找一个你认为合理的道理，啊，强要甲怪过，唔是安尼啦。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迄个时阵
台湾这块土地什么人的？日本天皇的。所以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而且日本天皇有按照万国公法，在1945年4月7日实施宪法，这个万国公法规定，在这个所在，在殖民地采取实施宪法，将殖民地当作伊的本土同款的地位的时阵，这块土地全在国际法里底变作伊本土的土地同款。本来爱奴族嘛是安尼嘛，日本有一个爱奴族住伫北海道，北海道，伊本来嘛是日本的殖民地啊，啊嘛是因为日本天皇底下实施啊做万国公法，互伊皇民化，啊才变作日本人的土地。台湾嘛是啊，真可惜，台湾伊实施才几个月尔尔，啊就建书去啊，啊建书以后，啊中华民国真欢喜，其实中华民国战败的战胜国。你感觉我这句话很奇怪，战败就战败，还战胜，战败跟战胜，能放到底，只有中华民国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中华民国已经和咱日本人打去到四川去了，差一四川就要消灭去了。这个美国该救到了，等两粒原子弹。8月6号到8月9号，这两天弹下去，两天内底死40万人，日本天皇惊到啊！在迄个时阵，伊想夭寿哦，啊，这个美国啊，这是什么大团呐？一次可以死掉40万人，所以日本天皇讲啊，导航算了，如果不投降，可能会全部都消灭。啊，是安怎？这个8月6号，我拢记啊足清楚的。我跟恁讲一个秘密。要不要？要知道嗎？要知道拿手，有人沒拿手我不會說，再一次，要知道嗎？好，我跟你說，8月6号，我記得這麼清楚，為什麼？因為控告美國的時候，美國在2009年8月6号，國務院宣布无条件导航，就是放弃抗辩权。8月6号，2009年，8月6号，美国的国防部宣布导航，讲我好啊，我不爱变啊，你讲的拢对。啊，8月6号，美国弹两粒原子弹，啊，弹一粒啦。啊，8月9号佫弹一粒，因为8月6号是我的生日啦。您千万不能安尼做，即马年纪大吼，足惊做生意。阎罗王会甲你注意啊，所以啥物人甲要甲做生意，迄种要甲害，我恁会记咧。所以千万不要啊，也是我会记咧。所以这8月6号真趣味，这个也做历史内底有发生这个8月6号代志足多。所以我有阵想想，无定我是8月6号去予美国的原子弹炸死迄个阴魂呢。啊，但是嘛，有人甲我讲我是2礼拜死的阴魂呢。啊，两个拢死，啊，才死两届。啊，当然，你拢不要紧啦。不过就是讲吼，那遐拄啊好吼，啊，台湾这地位叫我发言，啊，叫我提过，会阁过赢呢吼。啊，我即摆有真侪人要甲我学呢。嗯，啊，这林某某在咱过美国，我来要学。他今日为止啊，无人告美国告伊成诶啦，连番伊就输起啊，所以吼，安尼有够无？有够。但是恁即摆真巧，恁参加台湾民政府，我即个搞就算你诶，毋是我告美国，是咱大家去告美国，你知毋知？所以后摆袂当讲是林某某去告美国，伊讲咱去告美国，对毋对？这是啥呢？对毋对？咱来讲一摆，咱去告美国。咱去告美国，后摆人来咧讲话，你就讲咱去告美国，因为咱即马有一个滚手吼，在宣传车写个足趣味的。伊讲以前吼，伊是独派，安尼革命啦、抗议啦，几啊百摆啊，啊，较抗议都未成，嘿，足奇怪。落尾去听我台湾民众在论述以后，伊讲啊，原来就是安尼啦，都唔免抗议嘛。啊，所以讲，小姐，我长大了，我告赢美国。讲得很好，
伊讲啥物讲？我嘛同意啊。所以恁大家拢足好运，咱拢好运。咱伫过美国是足辛苦的呢，但是咱整个人来受教育是足轻松的，三天两夜够有冷气吹到遮冷。我都爱穿西装，叫我都爱上课。啊，拄啊开始的时候，唔是安尼呢，真正唔是安尼呢。所以吼、哦，真起码是伫天堂内底上课啦。啊，所以我原来要甲咱各位讲，台湾其实爱改变的物件太多太多啦。是这边的高雄的这个叫做爆炸，这个爆炸，咱嘛甲习惯同款。我唔是讲，因为中华民国讲都要下半旗，我们台湾这个头前的旗啊下半旗，那唔是安尼，咱是老早，即马很主席中华民国伫台湾伫管，其实伊是什么？伫台湾管辖法内底，伊叫做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管理当局。所以有真侪代志，你像可比讲，台湾人每一摆若无满意，啊就去示威有啊。要去参加示威游行的举手，你捌去参加？哦，你拢不爱爱台湾呐、啊？你拢捌去？真诶假？从来没有去过，你们是多么无情啊！你拢捌去？好啦，袂心内底捌去举手。啊，心捌去啦，其实向无效啦。互你较惊较登去吼，伊不爱管你。我会记得我看报纸看几下摆。哦，讲几十万啊，五十万人啊，几十万人去示威啦，去游行啊，啊，马英九去度假，啊，你闹吼，你该抗议，咱拢找唔到头家啦。我问你咧，咱若真正要抗议，咱是这间公司吃头咯，啊，要抗议，爱抗议什么人？头家嘛，对不对？头家是什么人？董事长嘛，啊，你抗议总经理、抗议经理有效无？无效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啊，经理甲你讲，嗯，啊，都唔是我，互你遮少薪水啊，是阮的总经理甲规定的啊。啊，你找总经理，总经理啊，董事推董事长甲规定的啊。你若要抗议，去找什么人？董事长甲抗议才对啦。啊，咱台湾现主的董事长是什么人 ？AIT 嘛 ，AIT 嘛。所以我咱看得足受气的呢。啊，这戆人伫总统府都咧行来行去，啊，佫计困，我讲你困死都无人插伊。啊！但是你若无同款哦，你若想清楚以后，你去总这个这 AIT 甲困，免甲困啦，半工伊就投降啊啦。我讲起来你不爱相信，本来 AIT 内底无国旗呢，无美国国旗呢，一直甲三四年前，咱台湾民政府看袂做的去 AIT， 甲围两点钟久尔啦。甲问讲，你喜欢哪不爱国国旗？你为什么不挂国旗？你既然是台湾的占领国，你为什么不挂国旗？你在杨老给他大捧我，我们没有国旗，没有国旗很好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本国旗送你。哎、啊，你怎醒起来？起码 AIT 有国旗啊！你拢唔知伊以前无国旗哈？你看嘛，你讲偌爱台湾，拢好笑诶！我是讲实在啊。足济对，即摆还阁伫信里哦，现在还是是马上要选伊内湖路、金湖路一百户啦。哦，迄、那个所在足阔足大个，迄地也是三站，捌去个举手。你拢捌去哦，我甲你讲，迄地也是吼，会当招建车。招建车。哎，地也是足阔个，迄地也是吼，即是亚洲地区个军事指挥中心呢。啊！我这个消息，我直接跟人讲，啊，这个消息要让中国知影，中国跳起来呢，啊！亚洲的军事指挥中心，那怎么可以？一挂所谓的民运人士来台湾，迄拢假啦！我跟你讲，真正拢假啦！我讲一个人名无要紧啦，袁宏斌啊，哦，写足侪什么秘密，伊拢知咯，什么这中南海什么秘密呢？我讲哎。袁宏斌那人拄啊，咱成立的时候又来催我。我讲，哎、欸，你晓不晓得啊？2014年美军要大量进驻台湾，你晓不晓得？你听下讲啊，民色千千顺顺的，
怎么可能啊？如果进来的话不得了，整个亚洲全部改变了，我没有错。而且美国会返回亚洲，中国不是很坏吗？南海这个亚洲那个邮政有吧？哦，现在报道写讲一系的歪条有吧？捍卫祖国，捍卫南海，捍卫什么？拢讲足侪话啦，即嘛呐？听啊，奇怪啊，以前讲拢无遵守，这是中国人啊！中国人有航空母舰有啊无？有会举手？啊，无会举手？哎、欸，啊，你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啊，上课拢不爱跟我配合下去吼，足无趣味呢。啊，唔知会举手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！伊没有航空母舰呐，但是有一间真好的海上旅馆。我改叫海上旅馆是啥物？因为一架航空母舰呐、啊，海上旅馆甲合作航空母舰也可以啊，敢袂使？伊去甲乌克兰买，你知伊多买偌济？2000万美金，2000万美金。讲较实咧，咱家吼，咱这个班同来扣钱，无定咱扣起咱毛2000万美金呢？有啊，厝卖卖，敢那无吗？有无？啊，这无志气啊！咱凊彩来卖卖，我是无啦，但咱大家公家安尼无法度，对不对？2000万美金卖以后吼，啊，毋着爱拖转去中国，系啦。迄只航空母舰顶管的引擎拢用炸药炸掉了啦。啊，无动力，啊，无动力，中国要甲拖转个咩啊？用拖船嘛，你阿讲，无动力，当然爱甲拖转来嘛。啊，要拖转来要安怎？要为着拖，经过迄个叫做巴拿马海峡，迄一个运河哇，巴拿马运河啦，哇嗨啦，要运河。巴拿马讲，拍摄你别当过，你属于军舰都不能过。伊为着中国，为着迄个买迄只航空母舰，要甲拖转来大连的修理厂啊，拖泥巴。啊，开偌济钱？迄个运费啊，超过2000万美金。啊，加一倍啊！拖转以后，航空母舰唔是遐简单呢。你知道美国一架航空母舰现在最新的多少钱？69亿美金，69亿美金。啊，中国一架是2000万美金。啊，那2000万美金的航空母舰是大家随时要看，伊拢看得到的，因为伊在造的时候弄个乌烟。你有看过无？哦，有啊，这架啦，2000万美金啦。安尼有这个战嘛？有啊！啊，咱台湾人拢惊这只啦。报纸甲你讲，伊武力很坚强啦，大家拢惊伊啦。啊，伊吼，因为遮歹看吼，落尾伊讲重新甲油漆啦，来去擦擦的颜色有啊，伊有新的，我看卖啊，这只新的啦。啊，佮张灯结彩你看，啊，其实无路用的。啊，全世界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。只有一架航空母舰顶端无飞机，对这只。啊，为啥无飞机？因为，我跟你讲哦，飞机伫这个航空母舰顶端吼，你若无迄个拦截绳，你知吗？对，飞机降落的时候速度遐紧哦，哎，尾要甲勾起来有啊。啊，拢尾有迄个勾迄个拦截绳，要甲勾起来有啊。中国做袂出来，伊毋通遐简单呢，我用手链。中国的钢铁也不行，国家的钢铁足吃亏。这个航空母舰用真久啊，所以有一挂钢板啊，甲板上的钢板破去。啊，中国下令讲哦，要补啊，修补啊。啊，海军甲中国报告讲，我们国内没有钢板，中国无钢板，就是无信，还要做航空母舰这种的钢板啊。我跟你讲，那只真正是完完全全好看的。美国的一架航空母舰内底3000个官兵，
中国的一架航空母舰是一千名的官兵。中国的一架航空母舰，一天吃的一千名的人吃的食物十吨、十吨啊。美国三千人的这个做啊官兵，一天的食物十吨啊。你听有无？中国一千个一天吃十吨，美国三千个一天吃十吨。是变哪小台啦？安尼是变哪小台啦？根本袂台呢，敢若食着死啊，食着倒啊！这是中国啊，中国伊这架航空母舰啊，佫一个真大的特点，就是伊的雷达有问题。伊的雷达哦，人美国的航空母舰哦，真厉害哦。你即马伫外围，你甲测量讲，这架航空母舰伫东经几度，北纬几度？但你实际上去甲看，迄个。有一个防护罩，就是让你如果万一用飞弹要给它打，它的位置也移动，它真正的位置是跟它实际上的位置没太同样啊。中国在对就是在对，所以中国是等于是要打靶用的啦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那只你都不用烦恼，一点都不用担心啊。中国的武力如果有那么强，老老渣渣它就跟美国相战了。你甲看，其实美国吼有效想几啊摆，想讲想好引起战争，甲中国小个修理一下。啊，中国嘛足清楚，现在习近平最近对军方的下手，什么反贪呐、有无？啊，是安怎？因为习近平足清楚的，伊若无下手用这个反贪伊中国伊无法度控制。你唔通看中国遐兵啊，遐兵啊，戆戆，伊虽然是戆戆哦，他们也喜欢战争，有战争才会有肥水啊。无战争伊哪有肥水？啊，美国就希望讲好好上好你来战争。现在日本即摆最近通过迄个集体自卫权甲解放，因为什么叫集体自卫权？知影举手？啊，你咪拢看报纸吗？啊，唔知影举手？唔知啊，所以叫集体自卫权，你唔知啊？不，你破过跨破断，跨界。所谓的集体自卫权，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美国足惊日本，因为日本的武器武力是全世界一流的，美国是三流的娘娘的。所以美国为着防止和日本搁再起来，尤其日本啊，甲台湾搁联合，安尼的时阵，伊很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搁再引起，因为日本的个性哦，拢安那呢？唔甘愿输，要争敢赢，要拍敢赢。啊，若输我就自杀。那日本人的个性啊。啊，即卖日本人，尤其是台湾人，学较足嗨，佮学中国人学较足弱的啦。拢不知羞耻啦，啊，讲白菜拢足牛的啦，啊，碰风呢。台湾民政府执政一定彻底改过来这点，安尼好唔好？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是最近美国佮通过。以前日本就是一点点卡咧，红甲巴，人甲巴落去，有拍到伊面啊，伊才会当反抗。即马即个权力甲摕掉啊，你还袂拍到，敢若拍到一半，日本就当先出手。即日本人专门咧，所有亚洲地区会当去拍败苏联、拍败美国，拍无败啦，一输啊啦，头前啦，拍去甲美国是啥物人？日本。亚洲地区，敢若日本人有这个办法尔，所以从这个做集体自卫权啊，改开放以后呢，日本开始，那中国想歹，中国有啥物坏事哦，一定要出手。你甲注意看，钓鱼台啊，就是尖阁群岛，中国打败了，都在话讲钓鱼台是我的。其实已经人诶啊嘛，实际上人诶无唔对嘛，马关条都有其中有这条啊嘛，所以我常咧讲哦，马关条迄内底哦，这个钓鱼台是台湾诶无唔对啦，宜兰啦，但是台湾是啥诶？日本天皇诶啊，所以钓鱼台上诶，日本天皇诶啊，啊所以本来这个做中国，因为日本诶宪法规定讲，伊袂当出手，伊甲挑衅。派飞机、派船去边啊，甲人咧，啊，日本是气甲厉害，啊，伊唔敢甲先甲开炮啊。
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自从日本通过这个集体自卫权开始以后啊，中国不畅销啊。你敢捌看到现在说中国派什么军机去给挑衅？没有了，不敢。怎么说？日本说好，好大，你再来试看看。四方会议就是北韩、苏联，六方会议啦，北韩、苏联加这个叫做中国，啊，含这边的南韩加日本加美国。开会时阵啊，我等甲你讲一个秘密。迄阵美国捌甲中国的代表讲，伊讲吼，你敢知影全世界即马啥物人的武力上界强？中国甲讲，唔是你就是我，臭臭屁哦！伊讲唔是你，讲唔是你美国就是我中国啦。美国讲，差足远的，差足远的，差得太远了。美国甲中国正式的讲。实际上，即马世界武力，拿经济来讲，第一名是日本。我相信你在座不一定会相信，但我讲给你听。法国有一种的飞机啊，大家拢已经捌听过，叫做协和号。捌听过协和号的举手，拢知影嘛？这是超音波的嘛？超音速的诶，迄个客机嘛，有啊？为法国飞到这个纽约两三点钟久。本来爱飞几十点钟久，还是偌久？啊，两三点钟飞到位。迄个飞机即马无伫生产啊，因为噪音太大。啊，落尾啊，这间公司讲要卖，迄间公司即马走去倒，你敢知影？哎，伫日本，美国甲伊牵线，叫伊讲，你甲买，有遮进步的物件，你袂甲买，啊，所以伊甲买。在日本在琉球设厂做一中队的超音速的这个做战斗机跟那个轰炸机，我怀疑 F-22 F-35 的一些严谨就是他出来。中国在学啊，中国也在学啊，中国是向苏联买的，但是买的不像样。我跟你说一句，但是你绝对不相信，但是你非要相信不可。中国所有的战斗机的引擎没一粒是 Made in China， 没一粒，所有的引擎都是外国的，都是苏联啊，不是哪里的乌克兰啊。我问你，这样是中国是要怎么战争啊？一粒引擎那都有生命的规定，几点钟过以后就要换。啊，讲台湾，咱台湾这块土地的领空啊，足满呢，很满呢。你相信飞机若要走的时阵，爱划线来走啊？航管呐，唔是讲轻轻彩彩，我要飞遐就飞遐，无迄个代志，我跟你讲。啊，台湾这个领空内底啊，若要真正要战争啊，未超过30架。啊，未超过30架，你30架，啊，台湾若佫派30架，啊，都60架，啊，都伫天顶相碰。免战争了，未战争了。日本即马武力遮尼强，啊，美国阁予伊通过修改宪法，各位，咱台湾有救啊！而且咱台湾真真正正会得到解放，啊，你免拍破坏哦。听起来很奇怪呢，哎，我阁甲你讲一摆呢哦，你今日你听呢，听到拢戆戆戆安尼。啊，欢喜嘛爱拍手干面，啊，我讲奇怪，你是听无会快，我唔知你甲啥物人讲话咧。好啦，讲笑啦，我要甲各位讲就是讲吼，你对台湾爱有信心啦。咱即马上尾的这段，的信心伫对，就爱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啊，这美国嘛真要求，甲你讲要求你训练4000名。欸，咱训练三年啊，讲训练4000名，讲训练袂起来，你看考我无？我咪讲恁考哈？讲美国考？恁，唔是啊？咱甲你规定4000名，啊，咱叫无4000名，好通来训练？因为这4000名，哎，无申请身份证举手，没有身份证，台湾民政府身份证请举手。
啊，有申请的，还未申请的，你举手，还未申请的，有申请准算啦。啊，恁这授粉拢假啦，拢无效啦。你都不是台湾人，我甲你嫁要创啥？你嫁嫁了，美国讲哦，啊，你身份证摕出来我看，我尽款行你。我头一摆的时阵，阮去控告美国的时阵，2009年，咱就真欢喜过赢嘛，讲啊，我接尽款啊，甲美国讲，你挣钱还给我，美国讲好好，我还给你。啊，你找4000的台湾人来。我那较紧的转来吼，啊，人数哦，美国还未人数出来，美国开始徛伫边咧笑啊。那一些人是台湾人吗？哦，当然是台湾人啊，证件拿出来检查。哎，迄证件是毋是这张？是毋是？恁是找这张的举手？恁哪可能是这张啦？恁拢查甫的，哪会找这张？恁过来啊！你过来啊！我伫上课，看你的反应。我讲摕这张的牙手，哎，明明都一个查某的，啊，你的牙手牙到痛啊！讲我这张。台湾人和中国人在骗，就是同款。我讲的这款经营，你甲你骗的啦。这张导游写台湾，有无？没有嘛？啊，你台湾人吗？你中华民，你中国人嘛？所以人外国人讲你是在中国人，没有错。你等于吼，你会当甲你边的人去开玩笑。你讲你台湾人，绝对甲你讲伊台湾人。哎，啊，你证明伫倒？拢是摕这张啦，类似这张啦，等字同款的。你讲对，你划看嘛？导游写台湾，头前后壁拢无台湾呐。啊，迄本护照嘛是同款。嘛是叫做中华民国，各位，那这几年吼，尤其是我感触非常深呐。啊，你是还好呢，上一个初级班，搁上一个高级班。啊，听讲啊，有个人足计较，即嘛高级班先来呢。啊，即初级班听下了，即要等于上初级班的时阵，我要甲你骗都骗你袂起啊呢。我上爱喜人初级班呢。我讲起来，伊拢就是对，啊，结果我没有一样是对的，真正是互因胃头笑到尾，讲，哎，我来只讲，唔是我讲，是恁遐讲的。所以我爱甲各位讲吼，第一，恁用国际班比啊吧，所谓的中华民国跟台湾啊跳开，啊，占领袂当移转主权，啊，佫跳开，所以中华民国永远袂是台湾的一份子。啊，所以你免烦恼啦。有的人讲你加简单要共中华民国演到倒，你也无军队啊。我甲你讲，唔免军队。台湾民政府免发钱给你，免发刀给你。咱花一支笔，你搁家己有就好。这支笔就甲变到倒，安尼有好无？你想看卖啊？人生内底有几个人有这款的机会，看到一个国家的灭亡，中华民国。看到另外一个新的国家的成立，台湾，但是不是叫做台湾国，也不是叫做台湾共和国，只有两字叫做台湾。严格如果来说，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。但是日本政府不能跟你管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美，他已经放弃了。所以就变成我们台湾人自己管我们自己，这样好吗？因为我老卡要搁你上课，啊，所以呢，咱高级班吼，哎，我要上到这个所在要来结束，啊，提早10分钟，提早5分钟啦，予大家人等于享受天伦之乐，哈，啊，对高阳的遐朋友吼，啊，差不多是将近30个，咱表示同情，啊，若台湾民进会去整，我们绝对不会允许。这种的事情来发生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行，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秘书长。好，我们这次的课程到这里结束哈，啊，请大家把椅子拿到桌子上横着放，谢谢。把椅子拿到桌子上横放，好。啊，自己的私人的东西记得检查一下哈，不要忘记带回家。好，自己私人的东西。好，检查一下。